3比2，3比2。对即将完工的房子赞不绝口，新北市长侯友宜一早带起工地帽，化身工地主任，来到三峡视察即将完工的社宅。大概在三峡仔细聆听解说，了解工程进度，毕竟是之后要给市民使用的社宅，年底完工启用后，六栋建筑一共921户，将成为新北市规模最大的社会住宅。这回来视察自然也是慎重再慎重，里面有托育、托老、银发、这个咖啡厅，甚至还有皮肤工厂，让大家在公益使用上能够回归到大家都够绕室执勤，可以做全面性的照顾。加紧赶工，也要确保施工品质。2.2公顷的社宅适用租金分级新制，依申请人所得以及是否为弱势身份，分为4阶，预计明年开始招租。新北市的社会住宅还是会不断的继续盖下去。侯友宜承诺还会再加码，算上先前完工的社宅，目前三峡社宅总户数将达到1340户，提供给有需要的市民朋友。好事新闻张正鹏冠联 SNG 小组新北报道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